好，我回来了。那个，哎呀，就是我想说，既然，我先说明一下状况好了。我刚刚终于赚回了1500，然后我买到一颗鹌鹑蛋，就是我们打猎的时候要用的石头。然后，我想说，我本来是想要私自把这个经验加倍给用完的。不过我想说，既然这是一个记录的实况，我们能够记录的，能够录下来的，当然还是录下来。所以我大概会这样子一直录到，就是那个经验加倍结束，大概录个10分钟吧。对，再说到45分，对，我们会录个10分钟。然后我们也是刚刚升到12等，就是对，从我们第三集结束10等，到现在已经12等，你可以发现这个经验加倍真的是非常牛的。然后我们打红瓢虫，对，我们目前打的是红瓢虫，可是因为有了石头之后，就连打瓢虫也变得非常轻松。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打美人鱼战士了？22等，我现在如果一个狮子大开口跑去打22等的怪，说不定会升得更快哦。可是我不确定打它会不会痛，就是了。我们试试看。我们一个大跳跃，跳到22等，打他是会痛啊，他打我不知道会不会痛。不过我们现在有药水，我看一下啊、哦，应该是没有问题，只是这连续技真的很不给力，因为很卡，因为真的很卡，我没有办法好好使用连续技，常按一下就没了。好，这我们是可以打美人鱼战士的，可是连续技不能好好的使用就是了。好，我们先不要打瓢虫好了，先看这附近有没有美人鱼，应该是没有。我们去幻玉盒中游，其实幻玉盒中游非常不适合新手，不过我觉得现在的装备应该是没有问题。这边主要会出现，哎、欸，不对，不是这里，怎么会有这个？不对，是在我预料之外啊。那个应该是从很远的地方突然跑过来的吧？这家伙几等？40几等吧？不要开玩笑！等一下，大只头羊妹妹？不对啊，怎么会变成这样？等一下，不要打我！等一下，这是我预料之外啊！不是啊，好像不太对哦，位置错了，不太对。刚刚各位看官什么都没看到。我记错了，应该是从哈戴尔修道院进到幻玉盒中游的位置才是有小妖姬跟美人鱼。刚刚那个位置是不太对，还是他有改过？还是我们先去哈戴尔修道院好了，对吧、啊？我们就在路上随便打，然后一路走到哈戴尔修道院好了。会不会走到那里的时候时间就到了？我想说，反正都已经买到石头了，我们打强一点的怪物啊。对啊，说不定可以升更多等。我们好好珍惜这个经验加倍。不对，我根本没有好好在珍惜。打一个最远的瓢虫，慢慢走到哈戴尔修道院，打几只，对，打几只毛毛虫。我刚刚说毛毛虫吗？我刚刚说毛毛虫还是瓢虫？这边是瓢虫，然后等等走远一点，你会看到毛毛虫。毛毛虫大概20几等。就是经验会更多，然后我看一下这边是不是走错了，这里吗？不对，我们往更远的地方走去了。这边是往上，所以我应该是往这里走，应该吧。然后再一直往下走，会看到，欸，这边有一个那个战士姑姑，先不要理他。欸，我不小心打到他，我不是故意的，走开，蓝瓢虫，大家看好了。哎、欸，连续技真的都没办法好好的使用。对啊，这战士打得很痛吗？我又升等了。我现在是不得不去理他们了，你知道吗？这算是真的打人很痛哎、欸，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了，可是真的是太痛了，而且我还要再打一只蓝色瓢虫，等一下我得先把它，等一下它太硬了，打太硬了，我不能，它本身就是物理系的，它不止打人很痛，它打人也很硬，我现在没办法对付它。
好，这边有美人鱼，还有瓢虫。我们先解决这是魔法好了，这是魔法应该是血很薄，但是它会远距离攻击，所以比较麻烦。哇、哦，好大声，真的好大声。好，再打这只美人鱼。我觉得这样只有美人鱼打我是会痛哦，那两只瓢虫可以无视。我好不容易可以用连续技，哦，好险！刚刚按了好几下都没反应。好，等一下。为什么十一的红飘虫打我也会很痛？太奇怪了啊！小奥基，小奥基，旁边有只小奥基，我没看到。经验加倍过了，刚好在这时候经验加倍过了，没有，还是他死掉就没了。哦，还在。我想说，谁打我那么痛？原来是小妖精。等一下，我现在要等一下马夫，这边有马夫吧？天啊，太多了啦！有马夫吧？没有马夫？哎，等一下，我要赶快找马夫，我要赶快去回去姑姑森林。时间会过了，要开玩笑啊！等一下，方向！天啊，我要崩溃！这里吧，这是哪里？有！我看时间也快过了欸，怎么会有小妖姬？受不了欸，有那个吧，姑姑住啊，忘记签约了啊！我要崩溃了！谁来救一下快要崩溃的勋好不好？不行，我没有走的时间就过。为什么我会没有看到小妖姬啊？不行，太卡了，画面太卡了，连我要喝药水要按好几下，这样我一定会死掉啊！不行，我现在超难过了，我现在真的超难过了。我现在走过去，时间绝对就到啦。然后我还忘记去姑姑自卫队签约，害我现在要走了。对，我现在好像也没有钱。对，我现在也没有钱，算了。我要冷静。我现在走过去绝对来不及吧？我在浪费时间啊！我刚刚怎么会没有看到小妖姬？天哪，我现在好难过哦！我要先声明一下，我觉得这不是我越级打怪的错，是我不知道欸，问题太多啦，我没有看到小妖姬，再加上太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喝一瓶药水要按好几下才有反应。然后我就死了，他起码还要再打我个好几下，我才会死。为什么那好几下药水都没有反应啊？现在太难过了，不行啊，绝对来不及啊！还是打个木马，随便啦，有个经验给我赚都好啦。他应该没掉东西。好，
44分了，差不多了，不用玩了，最后一只。时间到了吗？时间还没到啊，继续走吧。好，快升等了，随便打一只。好，升等了。所以最后第三集加上番外篇结束，我们总共升了，升到14等。对，这应该是没办法了。45分，时间也到了。应该46分就过了，那差不多就先这样好了。能力点数我还要走到那个武器商人旁边慢慢配。等一下要写多少？2:45，对啊，过了吧？过了、啊。现在是46分啊，应该是47分，不是啊，46分过，45分，所以46分它就会不见。好，先这样子吧。我们的番外篇，我真的是超级崩溃，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刚刚会发生这种悲剧。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